嗨，各位朋友们，饭已经做好了，可以下来吃了。请看，先看这一道吧，这道时间最久，这道叫做焦糖土豆丝，这道是西红柿炒鸡蛋，这是醋汤。这是凉拌，火腿肠。这就是我今天做的饭，然后呢，不知道大家满意吗？我看说什么，米饭的歌。哦，我们不太吃米饭最近。你们自己点吧，米饭自己点吧，我就不那个，不在这里煮了。满意，满意行，满意就可以。既然呢是七夕，那光做饭是不行的。还是要给大家整点气氛啊，我们一起来纪念一下这个美好的时刻。所以我带来了拍立得，我想想，来说茄子。我们来看一看能不能拍进去，主要是要把菜，我不重要，重要是我这辛苦结晶。哎，不知道大家现在能不能看清啊？菜、手机，我，特别好。但是我的表情有点狰狞，不然我们再来一张吧。三二一。好，刚刚说什么？同款拍立得40舍50，算了，我不想吃你做的饭。爷 爷木法沙，你很有性格嘛？我想吃，我现在去拿筷子，等我一下。哎，我就边吃边聊了啊。先，好吃。油咖喱韦恩，菜品太有意境了，不愧是仙子做的。对，我们先搬，对，就是把菜拉近，让大家能看。西红柿炒鸡蛋，绝了。西红柿炒鸡蛋还不错，土豆稍微差点意思。
你看那朋友说啥？张江不是长长，真是一个快乐的西西。不仅观看了一场视觉盛宴，而且我宝贝人没事，厨房也没事，做出4道色香味俱全的菜肴，还提升了我的人生境界。不虚此行啊！尝尝这火腿肠，好吃，太好吃了。Veronica，好喜欢小刘啊！别的不说，刘大厨揭开锅盖这个动作，实在是和中华小当家一模一样。还有农夫山泉堪称本场 MVP，在铁板土豆、番茄炖蛋中都突出贡献。我可没做这两个菜，不错啊。观众唐仲瑜，哥表情平淡中带着一丝欣赏，我很好奇那个醋汤的味道，快喝喝看。既然你这么好奇，那我就稍微有点淡啊，盐放少了，水放的也有点少。主要是要吃香菜，这个菜的重点是要吃香菜。不错不错，这个土豆实在实话实说啊，就只能硬着头皮吃了。这个土豆确实不太好吃。醋汤味道不错。看看啊，一口一个芒果青，哈哈哈！男朋友在旁边问：“为什么他在吃糊的萝卜条？”不是特别喜欢你的男朋友。这是糊的土豆条，等等，不能先光顾着吃，先把行头拆了。哎，吃到后面，竟然还不错，我的妈呀，真是没想到。天无绝人之路啊！等等我，吃饭呢就不能干吃，这是今天的桌上的摆设，放在这儿。这是我带的小蜡烛，烛光晚餐。谢谢。这个要拔了起来。烛光，没地儿放，放在这儿吧，你们也看不到。放在这儿了，你以为要吃仙人掌？你想太多了。然后我还自己带了个杯子，你们的杯子就自己准备吧。哎。这是我自己带的饮料，
把灯灭了，你是要我死吗？干杯！怎么样？最近身体好不好？还可以。好的。学习呢？工作顺利吗？好。来吃，别光说话。刚做的西红柿炒鸡蛋，不错，好吃。看看说什么，我好奇土豆条还脆吗？你好奇的东西太多了。还行，还可以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雨瑶0123，观后感：我十分心疼你的饭菜吧，锅质量真好，三根火腿肠，三种翻车方式，能吃就行。丽达姐辛苦，哼，好笑，贼好吃，真是可惜，太可惜了，你们吃不到，我的天，想吃吗？火腿肠只有九根，只有九块。好吃极了。爱胖 Vivi 看了半天，实在忍不住。土豆丝怕炒不熟，可以提前焯水断生，再配点青椒丝。西红柿要再切小块一点，放点生抽、白糖会更好吃。No no no，那是你们的做法。像我们这种不经常下厨的人，吃不懂这些啊。希望以后没有做饭的机会了，可能就是那个话吧，叫做"情人眼里出西施"，自己做的饭再难吃也觉得挺好吃的。好吃极了！天呐，辣不辣？我不放辣椒，我不吃辣的。辣不辣？下原野，要不备点肠胃方面的药吧，怕晚上受不了。想的太多了，一点事儿都没有啊。阿怪林不是绿毛怪，这不比去约会快乐多了？我的偶像，厨师界、小品界都混得风生水起。就经纪人老师，固肠止泻丸、黄连素、蒙脱石散先备好吧，哥，咱意思意思得了。瞧不起谁啊？不夸张的说，我从以前自己做饭那会儿吃的就是这些东西，我不是也好好的活过来了吗？啊，担心什么？Don't be afraid，好吃，真的好吃，尤其是这个鸡蛋，是今天最成功的。怎么样？气死我了！说我这个是糊了的萝卜条是吧？挖耳，学废了，明天就做给妈妈吃，你自己吃就行，别做给妈妈吃，妈妈年纪大了，身体可能扛不住。虽然流畅无法杀人美歌甜，但他真的不会做饭。不是想看我做饭吗？做给你们看，让你们断了这个念想。
好吃。屠呦哥，你信吗？我昨天真的很认真的期待了你做的饭，该夸夸，不做饭的人能做这样不错了。但是哥，土豆就别吃了，我害怕。别害怕呀，它只是有点糊，稍微有一点点，就是要告诉你们，好吃。怎么样，大家这个七夕过得还愉快吗？希望大家是度过了一个 开心的夜晚啊！别说了，干杯！下次哥，下次咱们玩游戏就好了。玩什么游戏？玩一个做饭的游戏吧。哎呀，不过说认真的，这大概是我，就是近10年以内吧，不，没有10年，5年以内做的最认真的一顿饭。啊！我今天还准备了方便面，我给忘了。算了，少吃点，反正我也差不多饱了。长风一叹。第一次发这种弹幕，哥，你下次做饭注意火候，火候太大容易糊，还容易溅油，善用小火中火啊，哥，谢谢长风一叹。这个厨具啊，不太熟悉，它只有炒菜、煲汤和煎三个档，所以我就都用的炒菜，我怕弄了煲汤，他不愿意，到时候说我骗他。嘴干的要流血了，没有啊，没有，是已经流过血了。还有椰子呢，哦。我去拿椰子。别食物中毒了，哥，不会的，哎呀。熟了，都熟了。这个女的怎么给点信任不行？熟了，全都熟了。吃得完吗？椰子开了吗？椰子开了呀，当然是买开好的了。美好的小吸管，干杯！太爽了！阿怪林不是绿毛怪，哥，你吃独食吗？怎么不给我们经纪人老师来点？人家陪你加班，还没吃饭，好不好吧？他们不会想吃的，他们拒绝了。他们已经点了外卖了。
这个，我等，我觉得咱们除了我之外，不能有任何人吃到这顿饭，因为那样他品鉴的标准就不统一了。只有我说好吃，它就是好吃的。草莓蛋糕好朋友，小刘老师，下次咱们打游戏吧。四愧就会纷纷夸好菜好菜啊，聪明呗，就你长嘴了啊。你要在做菜的时候夸是好菜才可以。椰子甜吗？椰子很甜啊。一只安静的逗逼二贤，哥，好消息，我新工作提前转正了。看看你的菜，觉得我手中的西瓜更好吃了，什么意思呢？我的菜老好吃了，阿斯巴甜椒，刘特级厨师每道菜都展现出独一无二的气息和难以形容的奥妙。有幸见到这些极致的作品，简直太不可思议了，有眼光。真不错，确实是啊，确实是不错。别说了，啥也别说了，干杯！哎妈呀，蓝咖啡蓝，以后我妈再说我不会做饭，放这个视频，不知道能不能说服她，说服她。我是觉得有了那口锅已经成功一半了，明儿我试试那个醋汤，祝我平安。不要轻易尝试。为什么？不是因为它不好喝，它很好喝，是因为我从小就喝醋汤，所以就是身体上不会有太多的问题。你们这不怎么喝的。到时候拉肚子了，赖到醋汤身上，那我向哪说理去？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楚啊！雪兔兮，炭烧土豆丝拿来，美妙色彩配烛台，经典西红柿鸡蛋，美人美味不够看，黄瓜火腿胡萝卜，谁看了能说一声不？这个不太押韵啊，胡萝卜，你是想说胡萝卜吗？绝美醋汤，中国风，意境独特，谁争锋？浪漫七夕情人节，烛光椰汁把笑憋。诗人，什么也不说了，来干杯。我那首诗，我想想啊，天阶夜色凉如水，坐看牵牛织女星。今天就是，我这里看不到外面啊，但是你们如果能看到的话，我们共度这个良宵。来，干杯！哦，前两句是啥来着？银烛什么？脑子不好使。什么小扇扑流萤？什么诗来着？这是。感谢 bili 0605960579816234投喂的花是夸夸。啊，银烛秋光冷画屏，轻罗小扇扑流萤。啊，对对对。哦，鸡蛋快被我吃完了，nice。
好吃啊！哎，但是做饭真的很辛苦。你像我这儿做了不到2个小时，我现在觉得腰有点痛。你喝你的酸汤，我喝过了。有什么问题？好喝啊！今天呢，很开心，做了这三菜一汤，然后吃饭的时候，按理说不应该讲话的，对吧？但是怎么办呢？如果一直不讲话，就是他主播有一个规定，他一直不讲话就被警告，所以没办法。但是大家吃饭的时候不要讲话啊。近水楼台难摘月，看看你做的菜，我觉得我外卖点的烧烤和酒前所有的美味，一口烤串，一口酒啊，真香啊！谢谢，食欲大开。上一边去，哼。我儿流畅，这个 ID 起的不好啊。我觉得哥，你还是吃外卖吧，这些看着着实令人害怕。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我成功来杭州上班了，我会努力在杭州买房的，加油！但是不要诋毁我的菜。芝士盐焗七分甜，这可不比分手厨房来的刺激。是，幸亏我还有一些做饭的常识，要不然这厨房炸不好。谢小雅雅雅雅，唱歌厨艺太好了，一时之间我竟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夸，要不就夸你真敢吃吧。哎呀，有笑到我，是蛮敢吃的啊。二胖 Vivi，刚刚女儿问我哥哥吃的这个是啥，我告诉她是土豆丝，然后她有点懵，然后童言童语跟我描述土豆丝该有的样子，你跟她解释一下吧。小妹妹，土豆丝就长这样。平时妈妈给你做的那种，是叫别的土豆丝，这个就是叫炒土豆丝。妈妈做的那种叫做土豆丝啊，这个加了一个炒字，相信你也看得出来，这里有点黑黑的，这个就是炒的，到底在胡说些什么？二胖人 Vivi，你自己跟孩子解释吧啊，我说不清楚了。水服七月，今天七夕是个好日子，所以您今天的好声起名社有开张吗？帮我重新起个名儿呗，毕竟每次都要跟人解释我第二个字念法也挺麻烦的。那我就勉强给你开个张。水服七月是吧？是念服吧？那你不如就叫水是七月，这样以后再也不会有人念错。怎么样？不错吧？流畅娇妻，宝，今天也很爱你。七夕不是很快乐，逛街崴脚了，但是看到你直播很高兴，希望你以后天天开心。希望你的 ID 可以改一改啊，不是很舒服。开玩笑，小猫又能有什么坏心眼呢？刚刚说啥？何必让自己过得不快乐？辛苦了2小时，怎么能这么心酸？让我男朋友自己一个人吃，我敢吃。等等我带着胃药来了。你们现在这个损人的水平真的是不错，就是，又生气又觉得骂你好像有点过分了，这个尺度掌握得很好。
叶小优和蚊子，这个七夕太快乐了，在这大好日子里，面对这丰盛菜肴，面对这烛光晚餐，唱歌要来一壶藿香正气水，佐佐餐，溜溜份儿吗？有点大病。有点大病。小猫又弄什么坏心眼？刚刚我家来了四只奶猫猫，估计是爸妈过七夕去了。我给他们看了你直播，然后他们就跑了。但是我们猫界的翘楚现在都混成这样了啊，都可以直播了，我怎么还是连话都不会说，走了，伤心难过。雨瑶0123，哥，我表达一下妈粉的担忧，你以后要是成家了，但是你对象也不会做饭，你该咋整？这个问题以后再说吧，说不定我会请一个做饭的阿姨，这样大家都能解决掉一些问题，不至于我们两个人都死掉。看看啊，4K 不喝水，哥，我大致知道你喜欢什么口味的菜了。咱俩口味差不多，都爱醋。你雇我当厨娘吧，1月200加，管饭不贵，你考虑考虑呗。嗯，不考虑，我现在点得起外卖啊，点得起，1个月200块，还是点外卖吧。嗯。嗯，来，我们聊聊天嘛，边吃边聊聊天。我那200万的生意啊，先放一放，好不好？我最近还是觉得身体比较重要，还是先想出去度一段时间的假。200万嘛，也不是我生意的重点，就先放一放，然后这个20亿那个项目，嗯，等我回来以后，我们到时候抓紧搞一下。什么？啊，我会注意身体的，放心啦。哎呀，我去休养身心，我还会出什么危险吗？不会不会，我不会自己做饭的，放心好了。嗯，嗯，放心吧。张张不是长长，要提一杯是吧？来来来，为了那个2000万的生意，干杯！少喝点，我干了，你随意啊，不是我随意，你随意啊。嗯，别吃了吧，不能不吃，这都是食物啊，不能浪费。哼，我已经中毒了，并没有。怎么聊聊生意，觉得我中毒了呢？别一木法沙，看你直播忘记时间了。今天我还有话剧要看，哭了，赶路中。刚才是喜剧效果，其实你的菜还行。你拍立得不会降价了吧？你拍立得才降价，全家都降价。我儿流畅。我刚刚朋友。看到我在这里看直播，问我这是不是我喜欢的演员，我说是。他说这演员好好看，生活好精致，榨菜丝也专门放个盘子。
这是土豆丝，跟你朋友说说，怎么回事？气死我了！给你激素哎，还没给呢。有个问题想请教刘老师很久了，请问像您这样才貌双全还会做饭的仙子，当初是触犯了什么天条才被迫下凡的呢？我真的是好服气。当初，你们也都知道，每年会有蟠桃大会，这个王母娘娘不是大家都会带一些礼物去吗？我就自己做了一道土豆丝，我是拿来给自己当便当的，结果去的路上，给王母娘娘进贡的东西掉了。我就只剩下这一个东西了，我就给进贡了，然后我就被贬下来了。哎呀，你要说我也是倒霉。你说我当初，我要是做的是西红柿炒鸡蛋，我也就不会落得今天如此的下场。悔不当初，哎。所以这土豆丝一直是我心里的痛，今天把我的伤疤拿出来给大家看，大家还要嘲笑我，哦，做人真的太难了。糊了的萝卜条，榨菜丝儿，气死我了。3日不是秃头，哇，这些菜看起来好吃到连刷锅水都能泡饭的程度，哎，做到真的很好，下次不许做了。嗯哼哼哼。东海鱼同学努力游呀，哥哥我又开始上网课了，呜呜，第三次了，有点学不进去。宝贝儿，记得做好疫情防护，别管我了，你自己上好网课吧，瞎操心。把网课上好吧，你。知道了吗？看我善良的脸，哥，我今天去领证了，解锁了人生新阶段，带男朋友去看了音乐剧，他说怎么这么细长一条，笑死，你可多吃点吧，你主食呢？首先恭喜你结婚了，男朋友是夸我长得细长条是吧？感谢他，我吃的挺多的。祝你们新婚快乐！退休魔仙美琪，哥，山东的蚊子依旧很毒，我一个也没成功打死，又被叮了5个包。我放外放，哥可以恐吓一下吗？啊，你自己来吧，我就没什么用。哈哈。我在上海的时候，就是因为也是有蚊子，我不知道，就我坐在出租车上，然后。等过了5分钟以后，我腿上有大概5个包。后来那一趟车，我就一直在找那个蚊子，然后试图打，但是也没找着。所以这个蚊子这个东西啊，它就是该死。你就买那个灭蚊的东西，强力的啊，最好是自己闻了都有点觉得够呛，那蚊子一定就死了。阳气缺氧了，只喜欢小刘。为什么刚才做饭把我累得够呛？仿佛自己做了一桌满汉全席，现在悬着一颗心终于放下来了，整个人突然有点低血糖。喝点水，喝点糖水，来，干杯！
山东人民欢迎我，别欢迎我，我现在哪儿也去不了。等我有机会，我还挺想去山东看看。北极熊给熊掌注入大蒜，哥今天和朋友去看建筑展，回来无缝的衔接你下厨。公熊，我真是时间大理大师，管理大师，你的土豆切得真好，像手撕土豆。过奖了。我这是萝卜条，我这是葫芦的萝卜条，榨菜丝儿。小陈，小陈，五味杂陈，我顶着剪毁了的狗啃刘海，在海底捞门口看你直播，还有500多桌要排，哇，今天。这么多人吃饭吗？很怀疑今天能不能吃到饭。你已经食物中毒到胡言乱语了吗？没有啊，我这，好吃好吃着呢。哎呀，太可惜了，你们吃不到，太可惜了。外可鸡挺想吃的，等下次有机会吧。毕竟我下厨真的很少，我平时真的很少做饭。倒不是说没时间，第一我平时真的有点懒。第二就是。我真的怕，我也怕自己哪顿没做熟，把自己给送走，我就觉得挺不值得的。吃了一顿自己做的饭，把自己送走，这叫什么事儿啊？咕噜又一口肉，七夕当然快乐！明年不管有没有对象，我都可以，因为过生日给自己过节。话说哥能把做菜。把菜做熟真不错，有机会我一定带上碗去蹭饭。我再练练吧。我现在的水平，就是说，怕你们欣赏不了。今天七夕，对啊，今天七夕啊。其实我昨天晚上的时候，我还觉得是周二呢。结果是今天，所以我在填那个表的时候，写的是跟平时的周二一样过，谁知道平时的周二根本就不过七夕。这就差不多了，喝口汤。太好喝了，真的好喝，哎，行了，来吧，最后再干一杯，我们就吃饭，结束吃饭这一趴。到洗碗了吗？
吧，你等会儿再洗。哥，你疯了吧？为什么说我疯了？下一趴干啥？下一趴。认认真真聊会天儿，然后唱唱两首歌吧，给大家。这么美好的节日，是不是？